係啟德體育園項目嘅項目幕牆經理，日常需要協調同埋監督參與幕牆工程各個團隊嘅工作，包括建築師、工程師、工程人員、物料供應商同埋分包商等，確保工程項目符合既定嘅設計方案同埋按照時間表嘅進行。廠方對三角形嘅面板嘅生產過程有嚴格嘅監控，利用先進嘅電腦技術 CNC。進行切割和打磨，並分翻三次噴圖為面板上色，令到面板形成一種微光，可以隨著不同的燈光照射下去營造了一個珍珠顏色的效果。廠方會為每塊的面板編配一個號碼的標籤，以二維碼的技術將面板的生產、出廠的日期、尺寸等的資料記錄和保存在綜合數據庫內，讓整個工程團隊可以隨時翻查每一塊面板的資料，有時需要的時候可以複製特定的編號和尺寸的面板。整個主場館的外牆面板安裝工程歷時要8個月，每次完成安裝三角面板的時候，我們會用工具量度面板與面板之間的間距，再利用 3D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去覆查面板的弧度，確保符合設計和安裝的標準。我很慶幸可以成為啟德體育園工程團隊之一，和大家齊心合力打造一個充滿活力的新地標，讓香港依火東方之珠閃耀國際。